点。哇，好多年没玩过木头人了。这一轮的最终判定是拿 vivo S12系列手机，5000万的前置，拍3张自拍。好。第一个你们一会儿要摆的动作是健身。开始。3、2、1，木头人。木头人。我们可以大概聊10分钟，10分钟之后我们来判定谁的动作是比较符合。亮哥你觉得合适？谢谢你。哎，快点的！从我这个角度看，贾乃亮虎，我可不虎。亮哥，亮哥一直在抖。我挑一个简单点的，看看你们之间彼此的就是团队意识到底强不强。3人组合的动作。3个人必须要有比如说手部腿部的连结才可以，不然回到起点。请准备开始。3、2、1，木头人。木头人。天哪，我说的可是3人，让我数数。1、2、3，不是，5、6，不是，我7人组合动作。腾哥，我这往前有个奔头，那蒋乃亮一下就把我薅着了，我这差点把腿留在第二排。全都会起点。不闹了不闹了啊，好好来好好来啊。还是3人组合啊。来来啊。哎，来，开始。3、2、1，木头人。都别走你们。木头人。这是弟弟。你们咋不来呢？我亮哥啊，还俩人呢，我以为他们能冲上来呢。我乞丐，乞丐，你看看你这一共4个人，连累的那2个人都是自家人还是别人家大院的？要下水一起下水。你清醒一点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我不。我家老四啊，学习好都学傻了呀。他是老三呀，大哥。已成定局，4人已成定局。下一个要摆的动作是百米飞人。什么东西？但一定得定住哈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木头人。哇！哇，我的妈呀，花儿！花儿，你咋了？花儿，我想飞来着，你真飞失败了。人家花花想停留在空中的，刚才。对，地上这2位回起点。不是，我问一下，像这种同手同脚的也可以来参加吗？你也是，你也是。我怎么是？我正面你花了。我怎么是？只要能跑得快，你管人家怎么跑呢？对，就可以这么跑。飞人啊，飞人啊，要快的，飞人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真的行。咱这个先不说裁判啊，跑半道警察就得给带走。百米飞人呐。回去吧，这回去吧。咋办嘛？跑不快，回去。好了，跑不快，回去。万一你跑一个就不用着急，我们几个是一个家族，我们陪你跑，我们陪你跑，跑一圈，跑一圈。看着啊，来，我们这乔家跑就这么跑，先这样，先一二、啊。如果你们都能跑得好啊，万一留下；如果跑不好，万一回起点。跑得好全留下，绝对好。又哈，全速啊，是全速飞人啊。好，可以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先右手右脚，右手右脚。1、2、3，跑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哥，你自己说跑得带劲儿不？我输了，绝对输不。一群人像没计划好一样。没事，算了，留一个，留下吧。下一个要关键要找对他的神韵，题目是沈腾。题目不许接话。3、2、1，木头人。哦，你过来呀、
我这个是腾哥录节目的时候，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对，休息就过去了。我这个是腾哥在台上的时候。下一个动作，互相结拜。我现在甚至可以点到。刚才也不在这儿，刚才在这儿。在，差不多。怎么结呢？你俩结，我俩结，你俩结。不带商量的，来。3、2、1，木头人。哎，我们带上了。怎么拿了？怎么拿了？不带商量的，来。3、2、1，木头人。哎哎，怎么拿了？怎么拿了？大哥，大哥，二弟和三妹在这儿跟你磕头了，结拜了，结拜了，亲兄弟。有人管没人管，有人管没人管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结拜了，我俩都拜上了。你俩拜上没人记录啊？对呀。作为对方，我们让杨迪来验一下腾哥和贾雷刚刚拍的自拍，好不好？好，重新来吧，录了四段视频。二弟和三妹在这儿跟你磕头了。还有一张照片啊。站在远处的亮哥都那么的清楚。确实拍得好，自带柔光灯，你看又非常时尚哈。皮肤也显得非常时尚，很自然又大方，我觉得算他们赢了。前置5000万像素，还自带柔光灯，非常好。这就是 vivo S12系列的这个自拍的功能。王牌家族拿一分。接下来升个级，不给你们规定动作了，但是赛道难度稍微增加一点。好，指压板，上指压板。有两个原则，你们要回到原点。第一，掉下来；第二，动了。在中间那个地方呢，会有棍子随时来击打。如果掉下来，就需要回到原点了。啊，都不行哈、啊！好，得忍着。好疼啊！这个，我的妈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太疼了！这太疼了！这一轮咱们每组出三个人，非得你们仨呀？不是。两个呀，雅轩今天也不在。我俩石头剪刀布啊。看给我脚的台阶怎么样？不错。石头剪刀布，来来，一把绳呢啊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好了，请要参加比赛的两家的兄弟姐妹们，脱鞋准备。来，两队队员请准备啊，我要开始倒数了啊。3、2、1，哎哎哎，3、2、1，木头人，花花在我转过来的时候往前倒腾了2小步，跑太快了。哎，目前竟然排在最前面的是腾哥，厉害。这个真厉害，岁数大了反应慢，明天才知道疼呢。来，两队队员请准备啊，来，3、2、1，木头人，3、2、1，木头人。不能压我。你们全部都没有刹住车啊，全都动了吗？哦，花花真的是拼了，腿都快抖了。一想这期不是以唱歌为主题的，只有枕藤来。所有人都动了，我们再来一局。2v2来一个。2v2。选两个猛的队里边。那看来腾哥和刚刚花花哥他俩还挺猛的。小童，什么时候你开始安排上人了？小童。剪完头发觉得自己成熟了，是崇拜。行，今天我就替小童吃一回苦受一回罪，又能怎么了？毕竟是我妹子。作为乔家大哥，我来。你必须得上了啊，你再不上他们又赢了。不可能，游戏就没输过。我这样，我来当裁判，我看看谁有什么样的漏洞。家属大院的好处。这轮老沈家有什么要对老乔家说的？大哥你说吧。瞧瞧底下的路，别让自己的脚扎破了。
是一种关心，也是一种震慑。老乔家有什么要对老沈家说的？好的。乡里乡亲的，准备好啊？还是摸到我作为标准啊？来，请听口令：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！我的妈呀！太快了啊！亮哥，你看花花多聪明，两个脚全在那个比较安全的。你以为我不行吗？没刹住啊！来啊，请听口令：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！啊啊啊啊！我想回家，我不玩了。你要成功了，亮哥。啊！哎，我一点不骗你，我现在真的眼冒金星，真的很痛。我这个角度看，这都红了，脸都红了，都红了，这脖子。把这推掉。来，准备。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。万一怎么下来了？万一疼的站不住。花花，我们还咋的？我们花花摇滚歌王，你看现在什么姿势？脚上包袱这么重的人，这塌腰撅臀的。准备好，来跟我击掌啊！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。好像没动，哇，好焦灼！恒哥把你缠得更紧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他什么时候？什么玩意儿？准备听口令，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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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开我！请听口令。加油，亮哥！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！木头人！脚掌吗？脚掌吗？那也没击掌。脚掌，等会儿就马上。击肘啊！要击掌，要击掌啊！好，要击掌啊！准备啊！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！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！木头人！哦，腾哥获胜，差一寸呐，差一寸呐，小伙子。